哎，老婆，你干嘛呢？我一个人逛街呢，没事儿。能见一面吗？我明天就要出差了，我想你了。今天可能不行，我要陪我妈呢。行吧，那你早点回家吧。你说的不要说对不起，我和你我的心都没有打算。曾经那一场恋爱包围战役，老公我错了。不需要解释，曾经我把我的心都给了你，但是现在这颗心让我觉得它非常的恶心。后来的我们没有走到一起，哪怕我多年以后还爱着你。